对，是我遗传爸爸那种沙沙的感觉。对，小朋友都特别的可爱，一看你有泡泡，这样，想不想？对，这是他刚刚，果然有遗传啊，他爸爸聊的，受不了，有真有真的。他说这个的确很好玩啊。对，哎，我们问一下这个后，知不知道爸爸写这个歌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对啊，啊，爸爸不是一口是歌，这是我的真心假啊。哦，小五今天韩文进步好多哦。韩国人好吗？我在努力学。加油，加油！不枉我。这个，哦，就是说他出生就是大概一岁到两岁之间，爸爸写给他的歌，所以他就是确定的意思还不太清楚。但是他每次唱起来的话，我们觉得他特别懂歌词里面的味道，唱得特别的深情。